季川怎么还没有回来啊？他不会被罚了吧？小七，母亲一向疼兄长，不会为难他的。 小七，你是不是已经和兄长互相表白心意了？是的，我跟杰帅。祝福你们。如果说在这个世上有哪个男儿让我自愧不如的话，那只有兄长。 如果是别人赢得了你的心，我可能还会气你不长眼；但如果是兄长的话，你们两个人都是重情重义的人，能在一起，我真心为你们高兴。谢谢你，阿成。 进去拿个东西还给你，不用了。你是说，我送你的那枚玉佩吗？嗯。这个玉佩是我以朋友的身份送给你的，现在也代表我的祝福和成全。今后，如果你还当我是朋友，那你就留着它，也当我给你的一份承诺。以后，你有什么麻烦，就带着玉佩来找我。 怎么样，这买卖不亏吧？那么好的买卖，我当然同意了。阿征，真的谢谢你，在我危难的时候，你都会挺身而出。我有你这样的朋友，真的好幸运。<笑>